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我 channel，我系阿 King 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好搞笑，因为有个观众就好想我睇翻阿 J 之前咧喺全民造星一嘅时候佢嘅初选。佢话因为同我睇《狂人日记》嗰阵时咧系完全系两个人嚟嘅。佢话好想我由头开始了解佢，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到段片啦，咁就系讲佢全民造星一嘅时候，由头到尾嘅初选面试啊、选拔赛啊，咁到之后系可唔可以过到关呢？咁我今日就想睇一次，同大家 review 一次。咁如果你睇过嘅，咁可以同大家重温一次。咁啊，记得睇之前 like 呢段片，subscribe 呢个 channel，咁啊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睇。透过候补名额复活嘅阿 J，上个回合攞到5盏红灯嘅，佢衰咩嘅呢？交翻俾你哋讲啦。我呢段片系佢讲佢原来输咗嘅，佢之前系输咗，跟住复活嘅。咁我仲以为系一开始添，不过唔紧要，我哋照睇埋落去先。佢只眼咩事啊？太多小动作便秘啦！咁嘅样，我而家兴中间瞓觉嘅表情管理好差喎、啊，样衰啦、啊。唔止网民咁讲噶，佢哋都系咁讲嘅。即系表演嗰时嗰个样太狰狞啊，有少少。你个样头先咧系唱萧煌奇嘅《你是我的眼》咧，我觉得系完全 OK。佢个头又好似冇 set 过咁样，唱只哑哑汁音，发住只眼。我就咁睇佢个样咧，即系头先睇呢个阿 J 啊嘛，咁阿 J 个样咧。同我睇《狂人日記》嗰真系完全唔同喎，點解咁乖乖仔咁斯文嘅？但其實我覺得佢一啲都唔樣衰啊，其實我仲覺得佢幾靚仔嘅。我唔明點解啲人點咁樣講佢啊？暫時嚟講，隻眼一系就剪咗佢，一系用好啲嘅 hairspray。嗱，呢班咪好兄弟咯，阿 J 聽咗咁多意見。其實佢笑個樣幾都幾可愛啊，係咯，都幾得意啊。你又改唔改到先？咦，表情管理好咗好多好好听喎，其不实真系。过啊，我睇唔到你系表演嘅咩？我睇，即系个样，冇咁样唱。你而家就系完全唔喐嘅，你而家就系咁样啊？你咁样唱啱啱？因为我惊咧，喐紧咧就系会样衰嘅，上次我就系。系啊系啊，你以前就系我要就只歌用力，我揽埋住。你而家就系我为咗避个样，我唔喐。你可唔可以落个中间，即系好似利用你把声嗰啲感情嘅声咁样，你个样都做埋出嚟，同埋我好惨喎，特别花姐咁样讲，其实你睇到佢个样，其实佢好唔开心啊，俾人咁样讲，即系佢一开头原来佢想做俾人睇个表情，因为衬托首歌，点知原来做得太夸张。咁而家冇表情又俾人冇表情，咁系嘅，攞个中间系难，因为你啱啱开始嘛。通常俾人话完之后咧，你都唔会即刻做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表演俾人睇嘅，始终都系有啲唉失败再嚟过咯，唔紧要啦。我仲而家 feel 到你好紧张啊！再次翻上台嘅时候，就见到啲灯有啲紧张，因为上次我系 fail 走咗。你要相信自己系得噶。你今日入得翻嚟，你就系得嘅。花姐啊，你咁讲，佢嘅压力咪仲大？阿 J 都知道复活嘅机会得来不易，但如果今次嘅表演再俾人全红灯淘汰啊，我真系惊佢会放弃唱歌啊！跟住落嚟为我哋表演嘅系10号嘅阿 J，系表演吉他弹唱。P.S. I love you。唔好咁紧张，系啊。谁在介意与他走过那段奇妙旅程？阳光继续照，三眼雨过天晴。如果不再信任感情，会再次绽放温馨。人总会面对，来擦一擦眼睛。行着退，别再多疑。佢比起《复活》里面嗰啲好，伤口会随年月减退。其实佢把声真系冇得输啊！咁我唔明点解佢输喺边呢？点解佢复活战？即系如果你话斋唱歌，
佢可能佢表演，可能即表表即嗰個表情可能做唔到啦，可能佢肢體語言各樣嘢啦，可能做得唔好。但係佢唱歌真係冇得輸嘅喎，其實佢真係好好聽喎，唱得。即以初賽嚟講，即係未成名之前已經咁樣，我覺得我唔明咯，真係。舊愛告吹，上落難半心碎，未來剩下自己一個面對。有冇執學㗎？養男子。其实他的样子都不是很差，为什么说他难执呢？即可能他的样子是比较平民一点的，但 他真的 不丑样，我觉得他都挺帅的。其实太伤心过我留得低温馨剪影已经不错，让你像眷恋。唱得好，这个真的唱得很好，你看看啲高音、尾音，我真的很喜歡佢。其實，要噶啦，許可個服務，佢哋要咗，佢哋要咗。嚇！像樹花，甘於飄向大地，化做塵埃。嗯，好好好，真係好。係啦，應該全男啦。若感動過，若親眼過，並不枉過。佢最尾嗰度啊，有啲想喊同埋感動埋嚟嘅。是有少少緊張，不過整體嚟講，成首歌完全冇問題，非常之好，係有少少唔穩定，但 O K 咯，真係冇可能輸咯，我覺得佢係咯，即係睇完啦，咁啊首先多謝觀眾嘅留言，話俾我聽有呢一個之前阿Jo之前復活賽嘅一個表演啦。基本上他看到的人是很緊張，比較細膽的，即是他被花出說幾句之後，他完全沒有那個自信在這裡，就被他即是坐低了。但是其實他絕對是登上舞台的人，完全沒有問題。所以現在你說Miwa他最紅的四個，即是包括最，我覺得是非常之合理。如果你說他是因為緊張或者表演，即係表演嗰個表情啊，嗰樣嘢做得太誇張或者做得唔好咧，咁我係明白嘅。我當佢緊張又乜都好啦。佢呢一個人咧，簡直係被遺忘的一個人，我可以咁講。即係如果當初佢冇咁緊張，佢係一定入到去唔知十強八強咁啦。好彩就覺得係好彩可以揾翻佢入Miwa啫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嘥曬。係啦，咁就呢個係我對阿Jo嘅另一個睇法，因為之前睇《狂人日記》係好 raw 噶嘛，睇佢，但係原來佢係一個咁斯文、咁可愛嘅後生仔咯。係啦，咁非常之感謝大家嘅留言。咁啊，亦都令我知多咗阿Jo個人係點樣。咁我之後都會繼續睇佢啲 MV， 同埋睇下可能睇下啲訪問，更加清楚下睇佢嘅為人係點樣。咁啊，之後再做 reaction。咁樣就係啦，今日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記得 like 呢段片啦，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。咁啊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。咁啊，記得我阿 King。咁啊，今集係咁多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